最近很多网友问我今年做不做腊肉，早上去猪肉档试了一下水，这一条30块钱，辣不下去手。今天买了一块五花肉解解馋，除了五花肉还有6个蒜头，一块姜，一点大料和一小碟冰糖。现在把五花肉切块，切大块点，吃起来才有感觉。感觉好久都没有这么任性了。再把切好的五花肉焯一下水，丢几片姜封结，再加一点料酒，稍微焯掉血水，把它倒出来洗干净。把蒜头稍微拍一下，不要拍碎。锅内来倒一点油，现在把蒜头姜炒香，把蒜头姜炸至金黄色倒出来，再留一点底油，下冰糖，把冰糖煮融化，炒出糖色后倒入五花肉，翻炒均匀上色，再来加水煮，水要加多一点，我们把它焖得软烂一点。把姜蒜放下去，大料，加入酱油2勺，老抽1/2勺，调色，1勺蚝油，有猪猴酱可以加1勺猪猴酱，这样做出来口感比较浓郁。再来加入小1/2勺盐。想吃入口即化，就包久一点。我肉已经包了1个小时了啊！哇，一块一块的。天气冷，放砂锅里煮开，端上桌。哇，熟了，吃肉了喂！我这样。